撞见一只特别白的暹罗猫。你好呀，暹罗猫。哦，狗了呀。不管进。比方去给妈妈拿瓶水，妈妈今天身体不适，再不喝水一会儿就干巴死了。快去拿瓶水！大哥哥，狗今年会不会挂呀？通常小狗这个姿势睡觉，说明它感觉周围的环境特别安全，它的心里特别踏实。这俩蛋哪天得带它嘎了去啊！我操！小臭狗过来。怎么嘛？炸！狗哥，地方天，小白，小白，完了完了，别靠近我，别靠近我，你有点黑的小白。别过来，别过来。